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今天硬是要来开箱呢，开箱的是好事多买的小朋友的内裤。好，这个是 Tomica 的小朋友内裤，有卡通的图案。我们来开箱一下咯。那这一个呢，在好事多买呢，一盒是259块，这样一件呢大概43块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后面是它的尺寸。这尺寸呢，给有兴趣的家长参考一下。这是100%棉的，然后就是 Made in Taiwan 的，台湾制的。好 ，Tomica 这边有类似的标签。好，里面有总共有6件，我们来看一下咯。好，好像有3件是重复的消防车吧，然后后面底图不太一样，我拆开看一下。这个是消防车的，这纯棉摸起来蛮舒服的。Tomica， 正面有图案，看一下背面。哦，背面就没有图案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标在这边，它不是缝在里面，缝在里面的话小朋友穿起来可能会痒，在那边抓来抓去，缝在外面比较不会弄到皮肤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件，一样中间呢是消防车的，应该差异就是这边的图案不一样而已。好，这个消防车下面呢多了一台货车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台卡车挖土机。这是救护车吗？好，消防车车，这台应该是警备车吧。好，这一个，好，警车、大卡车。OK， 总共6件。好，这6件组的小朋友的内裤开箱到这边喽，我们再见喽，拜拜，我詹姆士，拜拜。